南哥家暴露，马路边边，南哥家暴露，南哥家住。你在那边暴露。昨天有一天拍摄，今天想稍微休息一下。但是今天一大早，南哥就给我发微信，我显摆他到了一双新鞋。啊，不管再苦再累，也得跟南哥混一混，公司姐。闪哪儿呢？鞋，啥鞋？我瞅瞅。你吓我一跳！你干嘛？车在车上，你妈瞅瞅什么玩意儿？赶紧整来！强盗啊！这是多久？两个半月。两个半月。啊。哇。哇。满意吗？这是啥鞋？New Balance 50跟我发音如果没错 Emilie Andor Emilie Andor Emilie Andor 啊为啥那么喜欢非常经典的一款鞋，有人说它是 LV 的平替，但我不这么觉得，是一个复古的。没有人在哭，没有人在哭，手都抖，我拿我这鞋给你换。我这你那个是假的氧化，你瞅我这个，我这五年真氧化，沉降的二合作。你看这黄的，这是真黄，这皮，这是真五年了。这是我那个拍夏利贝治似的。这臭的，这绝对香的，都洗过。我的脚都是香脸被蓝的香味。你闻闻，嗯，你好好，你先，草哥上头，我这是真氧化，你那都假的，都是虚伪的，我这多黄啊！啥呀？你把这给我，我给我爸男孩穿的啊，感觉我爸应该挺喜欢的这个。She's not from the top, make it drop, that's some wet end.因为南哥买了一双特别心仪的鞋，他觉得自己的裤子配不上自己那双鞋，所以特地要来买一条裤子。嗯，价格在我心理范围之内，多少买一条？多少？5000，5000太多了，太多了，5000可买不起，5000。我跟轩哥来陪南哥来逛街扫货，今天南哥就是来消费的，消费到最后年前消费了是吗？年前消费。就过年前一定要消费，扫货，嘿，扫货，你看这用盐扫，你看这词儿用扫货，那会儿车上可能就只有南哥一个人了，其他全是货，我们得打车了。Check the mic and make sure it sound right, boys.陈冠希的店发售兵马俑，看这么多人。南哥喜欢吗？兵马俑？嗯，喜欢。都喜欢。
没有立场。都行啊，奢靡的生活，吃吃东西都行。堵车一小时，然后停车一小时，停车一小时。这买个东西太艰难了，六辆车抢一个车，我的天哪！就看谁能先找到。看谁先找到车位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吧？对，终于到了，我们驱车一个半小时，终于到了。南哥已经火了，南哥现在购物已经被认出来了，我成功了哦，要火了。现在放黄连了For sure, I mean what I said, girl. Into you now, into you now. Wish I can say these words to you beside a fireplace now. Hold up, just hold up, baby. I ain't no filthy player. You be the Mara Jade, I'll be a Skywalker. Every perspective of yours is like a magazine cover. Hope one day the person I gave my ring to is ya. Girl, we gon', we gon', we gon' go reach the paradise. We all we know for you, yet I would sacrifice.We know for you, yet I was sacrificed. 南哥吃啥呀？拉面，又是拉面，是不是又是拉面？你要让我定，你可想吃啥？啊，我你别让我定，你让我定我就那啥。那啥？我就肯定火锅，你就是拉面。涮肉就火锅。我这辈子吃的所有拉面，恨不得都是跟你吃的。拉面忠实爱好。拉面代言人。你应该代言什么拉面说呢？你绝对特别能说。哎，我真的有一天我要是能拍到拉面说的广告，我一定拉上你跟我一会儿。好，给他点赞。点赞点赞，可以可以。走路，走路，走路走路啊！哎，听说你的新戏上了，叫什么名来着？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。哦。你是我的城池堡垒，你是我的城池营垒，啊，你是我的城池碉堡，城池营垒，局势汉堡，营垒，堡垒，营垒，狂伟，城池营垒，不看后悔，你是我的城池营垒，全网正在热播。赶紧去看。Hello， 猫眼大明星缠梗办公室的乒乓球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白敬亭，我主演的电视剧《荣耀乒乓》正在热播，请大家敬请关注。